各位同学，今晚开始上课，请大家坐，请大家请坐。各位同学，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就坐，谢谢。啊，咱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吼、哦。啊，比如顶拄好讲，啊，我姓潘，这个水边的帆，哈、哦。好，啊，咱今仔这个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那么。要安怎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我认为咱第一个要先让咱台湾人本身了解咱家己的身份地位，咱台湾人家己要先正常化，因为有啥物款的人民，就有啥物款的政府；同款有啥物政府，就有啥物款的人民。这是互为表里，哈。好，啊，咱。开始来研讨看卖哈。好，阿、啊、咱先来了解讲，台湾的法理地位哈，在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我做个简介哈。第一个，台湾是因为1895年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约，就是我们所读的中华民国说的马关条约啊，他从大清的皇帝。取得台湾跟澎湖，那时候就取得什么？西部沿海地区，哈、哦，平埔族居住的哈、哦，西部沿海，那个叫平埔族住的地方。好，那山上呢？那是高沙族的领域，大清帝国管不到的地方，他们叫做化外之地。那么大清帝国，他要。把台湾割给别人，就好像他要卖房子，连隔壁的房子都一起卖了，卖给别人。高沙是高沙的国度，哈，不是大清管得到的地方。所以你看，你要进入山，以前在盐山地区，就有设人子关，就是你所有的平埔族的人，你禁止进入。你如果要强行进入，被高沙族出草砍头，啊，大清不管，不负责任哈。好，那所以大清割让只是给大日本天皇取得台澎的管辖治理权。那日本政府在1895年根据马关条约啊，在4月17号那个生效以后。他派兵从澳底哈，基隆那边的澳底登陆，在平埔地区没什么遇到反抗，只有在桃竹苗这边有山区哈，有客家人，还有把平地平定以后，开始那个平定那个山区哈，但是原住民反抗非常激烈。因为这是他传统生活的领域，他要打猎啊，渔猎生活，采集生活，结果被日本管制啊，所以才会发生那个雾社事件啊，就是我们看电影那个《赛德克·巴莱》啊，有去看《赛德克·巴莱》的请举手，哦，大概只有五分之一呢哈，这上下两集我们应该都要看这个。高沙族是代表台湾最有意涵的一个族群哈，那以后有机会再讲。好，一直到1952年，因为日本政府战败哈，他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
啊，但是台澎的主权仍然在日本天皇的手中，因为没有办理过户啊，就宣布放弃管辖治理权。好，那么目前台湾跟澎湖仍然在主要占领全国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只是他依照现在的台湾关系法，委托由台湾治理当局来管辖代理。那这个台湾治理当局之前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好，那基本的概念我们有了哈，就是日属天皇，日本天皇所属的台湾跟澎湖被美国军事占领，然后美国又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代理管辖。好，那么台湾有很多问题，我们先把台湾本身的问题先讲清楚。最先我们先了解我们到底是谁。好，你看这个地图，这个浅黄色的，这个都叫做平埔族。那么这个粉红色的叫做高沙族。那么高沙原来有九族，以前有南投那边有个九族文化村。那么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有承认的原住民，他们叫原住民，那我是把它称呼叫原住民，就是原来住在这边的主人，这些人民叫做原住民。现在已经增加到14族。好，那么我们平埔族这样算过来有10个族。好，我来介绍宜兰地区有一个克马兰族。好，那么台北地区有凯达格兰族。以前总统府前面那条路蒋介石把它取叫介寿路，陈水扁当总统又就把它改，因为要纪念那个凯达格兰族，所以叫凯达格兰大道。现在去抗争就都是去那个地方。好，那我们桃竹苗这边地方有一个道卡斯族，托卡斯。好，那么中部台中南投彰化，这边就有3个族在这边混居。有一个叫巴寨，巴泽海族，有一个帕布拉，帕布拉，这个是马布萨，有这3族在这里。那么云南云林跟嘉义这边叫做红安雅族，也有人讲红雅族。那么最大一族就在台南安平这里，叫做西拉雅族。那我是高屏地区有一个，这个以前都没有人讲，比较少人提到高屏地区有一个马卡道族。这个是那个谢长廷他当选高雄市市长以后，为了要纪念我们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像我的祖先他原来是住在柴山，就是现在所谓的寿山。那在明朝的时候，其实寿山那时候它是一个孤岛，旁边古山、蛤蟆仙、内围、左营都是沼泽地区，就是退潮的时候可以有看到陆地，但是有那个小的蔗塘。那我们的祖先如果要吃海产，就可以到下面来捡，有贝壳、有虾子，还有被困在小那个窟窿的那个鱼虾都有，可以说过得无忧无虑的渔猎生活。可是那个明朝的那个海贼林道乾，他发现那个我们那个寿山那个地方可以就是搭高杠可以当一个港口，可以做他的那个海贼的根据地，就攻打上来。就我们祖先因为都没有平常没有在作战，那他们是海贼，是等于说是职业军人，当然我们一下子就被打败，就四散逃散，所以就逃到现在的有一些叫大社，对吗？你如果听到那个社，那个都是平埔族，大社。然后有的跑到屏东那边叫阿高，就是阿靠。那么有些逃到林边，有放手社，棒社。像万丹有一个地名，一个村庄叫做番社，但是当地人国民党来以后，认为番社不好听，就把番上面两点拿掉，变成乡社，那是为了要抹除他们被人家称作番。其实当番不是什么
惭愧的事情哈，等一下我会讲。那么玛卡道族，你要怎么记住这个族？很简单，那个谢长廷为了要纪念玛卡道族，就在高雄古山啊，那内围那个地区有一个纵贯线的铁路平交道，跟它平行，就开一条道路叫做玛卡道路啊。那你要记，那很好记啊，你就说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火车来一撞就死了啊！这个人现在是弄得天怒人怨啊 ，OK， 啊，这样就很好记得了哈 ，OK。好，那我这个族，好，我们是姓潘的，我是世姓，就是清朝的那个大官来台湾视察，啊，他就问说，哎，啊，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那侍从官就说啊，他们都没有姓名，啊，然后他就给他示给我们的祖先示姓，因为我们祖先很爱干净，所以都住在河边西边，好，哦，啊，所以他就给我们取说姓潘，住在水边的帆，啊，你，这个名字取得还蛮有学问的，啊，有水，然后有田，水稻田会上面会长米。好，你我这个潘就是这样的啊，三点水，有水啊，下面有田，田上面会长米，啊个几片啊，飘片啊 ，OK 好。其实我们都是平埔族，你相不相信？平埔族都会以前都被人家称作啊，北伯欢，不止北伯欢了，还更轻是北伯欢啊，拉尾音。欢就比较大只，欢就比较小只。为什么？你说车，哦，车你就，哦，大只，卡达车，拉尾音 都比较小了，都比较轻视的味道，哦，我们讲这个，卡车就日语叫拖拉库。你看有人在说，那个叫拖拉库啊？没啦，哦，那么拖拉库，哦，很大只。那我们要先了解自己是哪一族人，你可能要去查到你的阿祖的阿祖，叫做周台哈，他们那时候就是清朝的时候，清朝都我笨死了哈，他管台湾212年，没有那个能力从北到南开一条道路连贯的哦，通的，没有，因为那时候。东西向有很多河流，他就没有办法搭桥，所以这个河岸跟那边河岸就可能不同族，语言就不一样了。所以那现在因为日本人来不到几年，就从北到南开一条纵贯线的道路，有没有铺桥造路，把纵贯线打通，然后也铺铁路，纵贯铁路。哦，台湾的铁路也是日本人依照国际规格盖的铁路。那清朝刘铭传本来在中国要盖的铁路，因为中国人很相信风水，说铁路经过坟墓的旁边，会那个火车很大声，会吵到他们祖先啊，所以抵抗不让他们盖，所以把那些设备、金钱都拿来从基隆盖到新竹，用那个。不合国际标准，那五分车就是糖厂，以前糖厂在跑的那种比较小窄轨的那种，哈，啊，那个他们的桥也搭的没有力学，都是用木头支撑的，一个台风大水来就冲垮了，所以那个不合标准，是日本人来整个通通拆掉重盖，按照标准，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铁路哈，包括高铁都是左边去右边回来。那是依照日本，他们韩都路是在右边，哈，那美国式的那个方向盘是在左边，哈，所以日本人开路是开车是左边去右边回来 ，OK， 啊，我们现在是开的是右去左回嘛，哈，好，那你是不是平埔族？有一个象征，你把你的手弯起来。你看这里有一条线，
那就平埔族这个特征哈。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脚啊，最小的那个小指头有裂痕的哦，那个也是平埔，哎，指甲会裂痕哎。另外，你那个有双眼皮啊，或者是你的肤色像我一样黑，没有黑的那么黑，白没有白的那么黑。我们番还有分那个平地的叫做熟番，这边高山这边呢叫做生番，哦，番还分生的跟熟的，哦，那像我这个颜色大概是有点超黑，大致11分熟的了，啊，哦，，OK， 啊，哦，啊，你不要笑我呢，因为最近十年来哈，十几年来 ，DNA 已经可以电脑化哈，所以现在用 DNA 检查我们本身的血统非常容易。那个马偕医院哈，台北马偕医院的马，林玛丽教授，他专门研究我们台湾人 DNA， 研究的结果，我们台湾人85%以上到93%有平埔族。还有加上高沙族混合的基因，啊，我们统称是南岛语系的民族，就是我们跟那个菲律宾、印尼、啊，马来西亚，啊，泰国，包括南太平洋那些岛国，我们是同一个叫做南岛语系，都是最早的祖先都是从非洲那个亚当夏娃那边开始，啊所衍生出来的啊，那我们北迁，其实我们比日本、比韩国人、比中国人都早好几千年至数万年，因为迁徙到台湾，然后往琉球、日本，然后才经过韩国，然后再往下到中国的他们所谓的中原，所以他们笑我们说我们要独立是。哎，备祖忘宗，错了。我们比他还早，说我们是祖，他要认我们为祖，那我们还要去认非洲那个为祖，对不对？如果要说那个整个系统的迁徙哈，好，先了解我们有分平埔族的原住民，还有高山的原住民啊，应该讲原住民，我们是原来这里的主人。OK。那么我们来怀疑说，为何我们拿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啊，这个有状况的哈。在195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签了一个台北合约，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那一天，你要注意哦，1951年的9月8日签，在旧金山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你要注意哦，那时候两个中国都没有参加签署啊，不论是共产中国或中华民国都没有去旧金山签署这个和平条约，因为那时候有争论到底谁要代表中国啊，那是那时候美国是比较支持中华民国，因为以前中华民国是跟他是同盟国，所以在旧金山合约在1952年的4月28日生效那一天，在美国的要求之下，要求日本要跟在台湾，那时候他已经流亡到台湾来，啊，要跟当时的中华民国来签台北合约。那台北合约里面的第10条，他说，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民，包括。原来的这些中华民国的国民，以及前属，就是以前就属前属在台湾跟澎湖的住民，就是我们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我们才他们说，以及前属台湾跟澎湖的住民，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注意听哦，视同。其实视同就是不是了，
你不是中华民国国民，我只是暂时把你当作中华民国的国民来管理，所以我们才这样，才开始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OK， 好，那么台湾人为何没有国籍？啊，这个就是，来到1972年的时候，就是2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中国跟刚刚这个啊日华哦，中华民国我是用华代表，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中啊，中日建交。那么这个建交以后，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就失效了，因为他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公啊建交。在这样的情况下，台北合约失效，那我们台湾原来是日本的大日本帝国国籍，因为战败的关系，啊，在1952年，在旧金山合约要生效之前，日本的法院宣告，啊，取消在台湾这些著名的日本国国籍，所以我们变成没有日本国籍，然后在这边拿到中华民国的国籍，暂时哈，被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可是来到这边，好，中华民国视同的那些国籍又因为建交失效哈，我们从那天开始，我们变成没有国籍哈。那么台湾人的潜在国籍在哪里啊？要如何恢复国籍？好，我们潜在国籍刚刚讲，我们原来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只是因为旧金山合约啊，日本放弃台湾跟澎湖，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国籍被悬在半空中啊，没有恢复。好，那要怎么恢复？那我们要依照琉球返还模式。琉球在1945年4月1号。美国的太平洋海军总司令尼米兹上将，他率领那海军部队，他上面有海军陆战队，也有空军，去登陆去轰炸那个琉球群岛，把琉球群岛占领下来，然后在琉球群岛上成立美国海军军政府，后来又交给陆军，美国陆军成立军政府，然后一直管美军占领，然后代管到1969年，那时候日本已经经济起飞非常好，已经有赚钱，还有因为那时候他不用负担什么国防费用，日本的安全基本上都是美军在负责，所以省了很多国防军费，然后他有钱的，他就跟美国政府协商，他说那我们日本要赔偿你美国多少钱，你才要把琉球群岛还给我日本。那时候美军跟他开3亿2000万美金，好，日本就把这笔钱交给美国，然后就签署一个叫做琉球返还协定，然后依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在1972年5月15号，尼克森政府就把琉球群岛就还给日本。 OK，包括钓鱼台在同那个时候被回归日本。好，那我们依照这个琉球返还模式，你要记得，在琉球被美国军事占领的时候，那时候琉球变成日本的境外，琉球人要去东京办事，或者要去日本本地要去读书，要向美国军事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就是类似 passport 啊，就是那个护照，要拿这个那个国民叫做旅行证件，才可以离开琉球进到日本那四个大岛啊。那是因为军事占领的关系哈。好，那我们如果根据琉球这个模式回归日本以后，琉球人哈，他们已经回归以后就恢复日本的国籍，那台湾也一样。我们要恢复大日本帝国国籍，也要依照琉球模式，我们要求我们的母国政府啊，日本去跟美国协商，要赔多少钱给美国啊，他才会把台湾跟澎湖又回
到日本哈。好，那么国籍有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西方国家啊，他们比较先进，他们用属地主义，就是你在他那个国家的领土里面所诞生的小孩子啊，包括在他们的飞机、航空器上面，包括在船上所生的孩子啊，好比说美国，你在这三个地方，在他的领土、航空器还有海上的船舶上面生的，就都是可以取得美国的国籍啊。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国民党的他们党头李焕做过行政院长，他的女儿叫做李清安，怀孕的时候，然后要跑去美国去把小孩子生下来啊，他小孩子就可以拿到美国国籍。好，这个属地主义有个好处，就是你在那个地方生，你拿到那个地方的国籍，你就会爱护，你会效忠那块土地，你就不会想去破坏那块土地啊，你会爱那个地方。那属人主义就不一样了，这个都是受到中国啊，就是儒家思想。他们华人不管怎么样移民，移到别的国家去，他们在那个地方赚到钱以后，他就要把钱弄回来，他们中国的家乡要盖大房子哈，然后要光宗耀祖 ，OK。然后他到别的地方赚钱，就是制造垃圾，好，他不会回馈当地，所以你看中国人去一个地方，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他们叫称作 China Town， 那个 China Town 都是比较脏乱，好，比较没有秩序。啊，比较不会融入当地的社会，他们自成一个团体，所以他们赚的钱都汇为原来的国家，所以当地的人就会排华，就是说你都是来这里，好，就是生一鸡能无，放鸡塞一堆，好，就是这样。所以印尼也排华，那么美国以前也排华，好，都是这样，就是因为属人主义，他不会融入当地的社会哈。他说华人他到哪里，他是父系社会所生下来的，通通叫做华人。好，那么我们来看台湾血统。好，有一句话，有唐三公没有唐三的阿嬷，这句话刚听，我以前听也是对啊，因为明朝哈，郑成功来攻占台湾，把荷兰人赶走，结果因为他的部将施琅叛变啊，引清兵来消灭那个郑氏王朝。好，那清朝就把所有反抗的这些明朝的部将都杀光啊，这些郑成功的部将杀光，没有杀光的就有的逃到山里面。好，然后他就把其他的没有死的这些士兵，通通遣送回大清帝国，他不要让你留在这里继续跟平埔族啦，或者高山的原住民结合在一起，又以后要抗清啊，因为以前郑氏王朝就是要反清复明 ，OK， 所以他通通迁徙回去以后，宣布海禁，所有的大清帝国的子民不能来台湾，他会来台湾的，就是可能是海盗或者是通缉犯。他才会铤而走险来到台湾，好，偷渡到台湾。那海禁，你来到台湾，那就算偷渡 ，OK。那会偷渡的大部分都是男生，啊，女孩子很少，所以你偷渡到台湾，这些叫做唐三公，他一定要来到台湾。他如果要娶太太、老婆，哈，一定要就地取材，就是娶我们平地的平埔族或者是高沙族。所以没有阿嬷，没有唐山过来的阿嬷，好，这看起来好像对的。可是早期我们平埔族是母系社会啊，妈妈比较大呢。我们以前说牵手，我们现在讲的说牵手，好像是男生是牵女孩子手。以前母系社会牵手是女孩子看这个男生比较英俊潇洒，体格强壮，应该会比较会做工作。哎，这个他就去把他主动去牵手，把他牵回来，当他的先生呢？牵手是这个意思呢，
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是男生去牵女孩的手，好，牵手，或者说招安，好，母系社会去招安，哦，招你，拜托你来招安安，好，招你来招安，或者招安，好，好，那你这个男孩子来到他家当他的丈夫，你如果工作表现不好，等你白天出去工作，这个母系社会的妈妈，她可以把你的东西收一收，用草席哈，或者给你包一包放在门口。等你工作回来，你看到你的家当被摆在门口，你就知道你被修复了。以前母系社会妈妈是很强势的，她掌握财经大权哈，所以唐三公就是。台语就罗汉卡，有没有听过？就是乞丐的意思啊。他偷渡来这边，只有一个人，没有工作。他第一个工作就是行乞，刚上岸就是先行乞。好，我说穿得破破烂烂。好，然后你说穿得破破烂烂，没有家产的人，你说一个。掌握财经的母系社会的女孩子，她会就力来这样吗？除非说你真的很英俊，跟刘德华或者金城武一样，那有可能。好，好，那么可是你要想说，这些那我们台湾的阿公都死光光了吗？好，不可能嘛！台湾人，台湾的原住民绝对占多数。那些偷渡来的一定是少数。好，唐三公来台，十个人，六死三留一回头，六个人就死在台湾海峡。因为早期清朝那时候没有什么大船，都是搭小船偷渡过来。那时候清朝为了不让大清的子民偷渡来台湾，他还叫沿岸的那个人民往内迁移，好像18华里，而且沿岸所有的树都砍光，片板不留，就连一块板子都不让你留着，让你可以漂洋过海逃到台湾。好，所以能够来台湾的都是用小船，那小船在台湾海峡风浪大，很容易翻船，就整船淹死了。所以平均10个里面有16个就死在台湾海峡，然后4个上岸以后，3个留下来，有1个回头，一个看台湾，他水土不服什么的，他就又想办法回去了。好，那这3个留下来，他会存活吗？他来这边，台湾那时候张力之气很重，好，这个张力之气来，我们来看，以牡丹社事件做例子，当时日本在明治维新，好，然后。发生于那个琉球的渔民，因为那个台风的关系，发生船难在那个恒春哦，那个东台东的外海那边发生船，然后有50几个琉球渔民就上岸来避难，结果因为误会啊，被南台湾族的那个牡丹社的人啊，原住民被杀了。只剩下12个，那12个人被护送到凤山的府城，然后再遣送回琉球。然后日本政府的外交系统就跟大清抗议，说你们台湾，你所管辖的台湾人，哦，杀害了我们的渔民，哦，那你要赔偿。那大清说，那是化外之地，哦，非我大清所管辖。日本政府抓到这个把柄，好，既然不是你管辖，那这土地就不是你的了，那我就要出兵来讨伐。大清又给他回复，化外之地，法以的人民，法以不法，由贵国自裁之。你要不要去给他讨伐？你们这个国家，你们自己决定。好 ，OK， 他就真的派3000个部将来讨伐，从那个车臣的。那个海边有一个叫社寮这个地方登陆，然后就跟那个牡丹社的原住民啊
产生那个战争，就在那个石门古战场哈、哦、发生战役。当然，日本他是正规军，那我们的高沙原住民啊、哦，南排湾族，他是用比较原始的弓箭、长矛、哦、或者是单发的猎枪，当然打不赢。可是我们高沙族很厉害，他用游击战啊、哦，日伏夜出。哦，日本兵也是被打得有没气笑，哦，因为神出鬼没，啊，可是也我们的高沙族还最后还是打败仗了，就撤退到深山里面去。然后日本这些3000多个兵将，他打仗死的大概只有30-40位，不到50位，可是他病死的有500-600个，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来这边。这边台湾有一些热病，哦，有登革热，被蚊子咬就登革热，出血性登革热就死了。还有水土不服，哦，吃到不干净的东西就拉肚子，哦，脱水而死，或者是被毒蛇咬死，好、哦、好、哦、很多热病，所以死伤惨重。OK， 这样你就知道说那个3个留下来的，到最后能不能留存活一个都有问题。好，所以唐山公很少哈。好，我们本土台湾人的阿公都崇外啊，这是从古时候就开始。为什么？大清来管台湾，派来的台湾的都是福建或者广东的人。福建啊，有些讲闽南话。好，台湾人，我们的阿公阿祖他们当然会学哦，他。你如果学会他们语言，你可以当翻译官啊，会有好的薪水啊，好的待遇。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台我们现在都讲台语、台语、台语就是何乐为哈，或者是你讲客家话，其实就是广东话啊。那你看，等一下我还会讲哈。那么以前。清朝管我们212年，你简单跟他讲，16年是一个朝代，算20年比较好算。我们有大概11代，好，好，你看日本来管台湾只有50年，我们的阿公阿嬷，我爸爸妈妈，他们就都讲日语了，好，你看这样50年大概只有2.5代哦，我们的。爸爸妈妈做人都讲日语，有读过日语学校的就下嫁给了。如果当初美军直接占领台湾，没有让蒋介石来，我们现在我们的话都是讲日语了。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日本国籍，很奇怪，日本人娶日本人，应该生下来的我是日本人，怎么我变成中国人？以前讲说。日本狗啊，啊，中国来叫做中国猪，因为狗去猪来，狗还比较忠心，还会顾家呢，把台湾顾得还不错呢。啊，中国人来，哇，只会搜刮，只会吃，不是生的。我到现在没有吃过从那边逃难来台湾的这些难民，他们种田让我吃他们米没有，都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种田供应。他们这些部队吃啊，那些老欧啊，其实讲老欧也不对呢。等一下我再讲。台湾是出产米的地方，竟然中国人来管台湾不知道多久，我们米价一直涨，一直涨，涨到后来要买一斗米，要背一大背的钱去买，到最后没有办法，最后没有办法，中国就又发明一招。40000块换1块旧台币，有没有？40000换1块，你对，没错，哎，那你想看看，你如果当时有4000万旧台币，40000换1块的话，你只剩下1000块，好，1000块能做什么？所以很多人自杀，有人刚卖土地，准备要盖大房子。结果40000块换1块以后，他大概只能剩下盖一个柱子，其他没钱买材料了。好，
所以他只好自杀。好，所以那时候人会想要求进步，想要依附这些官，就好像现在人会去巴结国民党，看能不能有什么和康哎哈。好，那么十几年前我们在哈日剧，好吗？哈日本的山西电视、收音机、录音机、卡梅拉，有吗？那时候日本的经济非常好。OK， 好，等最近这五六年韩剧出现，那台湾人在销现代汽车或者是三星的那个手机啊。OK， 那清朝也将我们台湾人满化，哦，他用闽南话来教我们，或者是客家话，还事官事姓，好，就像我的姓就是被事的。好，那么日本时期也是将我们台湾人皇民化一样，哦，外来来统治台湾的都是这样，把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来改变台湾人的语言。OK， 不过日本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当时国民党来台湾最严重，我也是深受其害。我那时候讲方言，我国小讲方言就是要被罚钱，哦，罚几毛钱。那你没有钱去给他罚的，就去罚拿那个椅子，好吗？举椅子，或者是罚举水桶，上面还有水哦。你如果举到受不了，你就打翻就自己淋湿了，或者是挂果牌，我说方言这样的，这是在糟蹋我们哈。那么战败之国的人民都要离开台湾，所以也保存了我们台湾人有85%以上是原住民的血统。好，这样我们来看哈，战败国荷兰被正式王朝打败，荷兰人那时候在热遮兰城只有2000，大概不到2500的荷兰人。那时候正式王朝来打荷兰是25000，啊，你看那个比例大概是多少？10:1哈，25000跟2500，10:1。可是围攻了快一年才把荷兰人赶走，那是因为荷兰被围城，没有水喝，已经粮食都吃完了，所以只好要投降。好，那么这2000多个人就离开，所以没有留下荷兰多少基因下来。好，正式王朝被大清灭亡，就刚刚讲的，整个都迁回大清帝国，所以政治王朝留下来的人的基因也不多。好，大清帝国被大日本帝国打败，所以大清帝国那时候马关条约有规定，日本政府有2年的时间让住在台湾那时候的大清的帝国的子民2年的思考期，这2年你思考清楚，你如果不想让我日本人管，你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家产，退出界外，离开台湾，你要回大清也好，你要去其他国家移民都可以，但是2年期间到你没有离开，那就把你当作日本帝国的臣民来管理。好，但是大日本帝国又被美国打败，所以你看那时候日本帝国在1945年8月15号那年，大概还有30几万的从日本派来台湾的军公教人员，包括眷属，通通被遣送回日本那4个大岛，哦，所以也没有留下多少日本帝国的人民在台湾。而从这样子看，到现在，所有以前的留下来的基因都很少，所以都是我们本土人自己原住民的血统占多数啊。所以你要先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你才不会认劫作物。才不会像刚刚秘书长讲的，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有没有？就不会去做这种错误的认知，去认劫作父，去跟他们一起选举。好，那日本时代的时候，为什么台湾人的户口成本现在有很多黑块？就这样子，都给你抹黑掉。其实这里面就是我们身份的痕迹，它就给你涂抹掉了。好，有熟番，
那个手给你涂掉，哦，生番，还有有广，广就是讲客家话，好，哦，那福就是讲福建话的，好，那你不要以为说你有办法去把它清楚说，哦，他们是写福，哦，我们祖先是福建来的，大错特错。日本人，这个日本人来台湾以后，十年以后开始做户口调查，建制户口誊本这些资料啊，那个建立户政事务所，这些日本人做事很认真啊，一步一脚印，记录的非常的踏实啊。像这个里面如果写福的，其实就是你其实是平埔族。只是你忘记你那一族的族语已经都学会外来的福建话，叫做闽南话，哦，他就给你写福。其实你是平埔族，只是你已经族语都不会讲。就像我，我今晚也要讲台语，我唔是就代表讲，我也要讲这个河洛话啦。台语其实就是因为讲福佬话嘛，河洛话就是福建闽南这边的福佬话。其实我应该讲马卡道族的话，我们马卡道族的话，我现在可以知道只有剩下两句，一个叫做高雄那个塔靠搭告，音译叫做搭告哈，搭高响搭高杠，是吧？其实就是我们祖先就是塔靠，就是竹子很多的地方，因为我们祖先都会在四周种竹子，第一个留一个缺口当出入口。那个竹子是刺竹，都会长刺，然后它有防御，就像城的意志哈，围起来，敌人要攻，一定只能从那个缺口那边攻，啊，所以我们只要守住缺口就好。好，那些竹子有很多用处，可以盖房子，可以当农具，啊，做冰搭，还有做牛那个牛的那个，牛搭，哎，还有。我们的竹床、竹椅、竹桌子、竹盖子，好吗？通通用竹子做的。我的外公他就这个工艺很会做，他每次来看我妈妈，他就只带一只刀子来到那边，就还有锯子、锯竹子，然后做了很多手工艺品，哈，还有农具，因为他来这边要出我来这边要吃饭嘛，啊，他又不想白吃白喝。所以他就用好像来做一些工东西抵消这个哈，白被人家讲说白吃白喝。好，那你如果是被写广的啊，这个里面土约里面写广，其实是你忘记自己的族语啊，桃竹苗这边的人忘记这里道卡斯族的族语，只会讲当时来这边的官话，叫做广东的客家话哈。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写福写广你就是从那边来的，错的。他清朝不止世姓给你，还是族谱给你。所以我去查我们的族谱，他都只说我们祖先从福建来，结果也没有讲说福建哪一个县啊，哦。你到那边找也找不到了，你用 DNA 最准了啊，哦。你如果不相信，你花一万块到北部，你就到马偕医院。找林玛丽教授去抽验抽血，很快电脑跑一跑就出来了。那南部你可以到高雄的高雄医学院，哦，他也有在验。好，OK，我们国家民族的错误认同，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都错把中华民国当我国，好，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这个我都喜欢跟他说，我是人。也是猴子，我是狼嘛，是狗，他不是这些艺术啊。我们以陈云林2008年那时候，马英九刚当选总统啊，那时候你看陈云林要来台湾，他中华民国的那个警察，马英九派他说，沿路陈云林经过的地方不可以有中华民国的国籍，所以都去把国籍收起来，哦，啊，还有去跟民众抢。国旗，还要折断它丢在垃圾桶。哎，奇怪，台湾人哦，还没有去学他呢，因为中国人都不要了，都在折，都在收，都在丢垃圾桶。我们没有去折，反而拿着中华民国国旗，在那边捍卫中华民国。我们自己台湾人哦，
中国人都不要的，结果我们自己在捍卫中华民国。然后你看，马英九的他们的老大的国旗在台北市，派了这么多的警察团团围之在保护这个五星旗，怕被绿营的人士去把它抢过来，放火把它烧了哈，那就逮起大条哈，没有办法跟他的老大交代。好，我们来以伦敦的那个英国伦敦的奥运会哈，去年的奥运会，本来伦敦奥运会这边有挂这个车轮牌的旗子，结果中共抗议，那就把它拆掉。那你看我们台湾人又去那边捍卫中华民国的国旗哈，这我们台湾人。还有爱台湾吗？哈，电音三太子也去伦敦奥运，再发中华民国的车轮旗，代表说爱台湾。这个不是我们的国旗啊，哈，这是中华民国的海军军旗，也不是我们台湾国的国旗。啊，台湾也不是国家，所以我们也没有国旗。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的台湾前途结语文，这在1999年哈，他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哇，以前那个李登辉他说中华民国在台湾哦，这句话听起来是对的哦，哈，你还可以感觉到说中华民国本来是在别的地方。啊，现在跑来在台湾，啊，可以感觉到他那个流亡的味道。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可是来到陈水扁的时代，他把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那时候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不等于台湾哦。那现在被他这样台湾前途结文一下变成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本来你说用卖的，我至少还要买，可以卖个价钱。现在是用送的了，直接就被等于过去了，哈、哦！我觉得这个非常糟糕。民进党里面那么多的法学博士、读法律的，竟然这么轻率的就把台湾免费奉送出卖出去了，哈、哦！好，来到蔡英文，他在2011年啊，代表民进党参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他在2011年的10月11号，在高雄市的劳工公园，他演讲说，他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跟上面讲的一样，出卖台湾。哦，这一样嘛，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也是免费奉送。好，刚刚那个状况，就是我们不晓得自己的我是谁，我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血统。好，其实我们不是爱讲这些，而是事实上，所有的话语权、历史上的定位权、啊解释权，都是被国民党掌控。现在的电视、媒体、网络，啊，通通被国民党掌握。我们台湾人只能做低层的记者。你台湾人的记者出去外面采访，得到的一些讯息，送到他们的报社或者电视台，那些主管、这些做经理的都是中国人，中国籍的，他们就筛选。我这个报道对我们国民党、对我们中国人不利的，这个不要报，好，或者给你扭曲，改变个名称。好比说，1971年，中华民代表中国的蒋介石代表啊，那个联合国的2758结议文，就是说，他那个结议文，把代表中国的蒋介石代表从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驱逐出去。好，是中华民国
的蒋介石代表被驱逐，结果他们报纸就怎么报？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台湾什么时候加入过联合国？从来没有啊。可是他这个坏的消息，他就用台湾的名字挂上去，台湾被驱逐联合国，他不讲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就好比方说，我从来没有进到那个房间，然后你看我从那边出来，那个是啥？看到鬼啊！我从来唔捌入去房间，你讲你看我为啥行出来？还绝对看到鬼。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都会被联合国，哦，被退出联合国，哦，那就是看到鬼。好，那有很多我们错误的言辞的例子，我们要改正。好，那我们来讨论外省人。台湾没有外省人，台湾很简单，很简单，只有两种人，不是刚刚秘书讲的男人女人，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啊，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说，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那一天，那时候台湾都没有外国军队进来，那时候住在台湾的我们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是日本籍的，他们包括他们所生下来的后裔，统统叫做本土台湾人。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我们要申请台湾民政府的公民身份证，一定要去申请到你阿公阿妈或者爸爸妈妈是日本时代刚刚有黑块那些用毛笔写的日本人写的那些，才能证明是你是一脉相同，是日本国籍的，好，才不会被中国人渗透哈。我们不要弄那个电脑打字过的那个，不要哈。另外，除了本土台湾人以外，很简单，通通叫做外国人。好，不管你是其他国家来这边工作的，或者从中国逃难，1949年逃难来的，或者1945年被麦克阿瑟派美国舰队载过来的那些部队，所谓的老欧啊，他们都叫做外国人。因为你如果讲外省人，那我们就变成本省人，那就变成中国的一省，我们要叫他叫什么？外国人。另外一个比较精确的讲法啊，中国人啊，很简单嘛，外省人就是其他们中国不管哪一省的，他们来到台湾，我们不，他们自己说是外省人啊，那说我们是本省人，其实他们外省人就是中国人啊，他们30几个省啊，不管，他们通通叫做中国人啊。你如果称他们外省人，就变成说我们是他，我们本省人是他中国的一省啊，这是错的。好，也不可以说全省，全省也是中国的一省，那要怎么称呼？台湾，归台湾，全台湾还可以，没错，就是全台湾，不可以说台湾国，因为台湾还不是国家。啊，你看，经常以前我们听收音机会，专线有房东有台北，有无？好，专线咱边也一线，啊，错的，我们是全台湾，不可以说台湾国，因为台湾还不是国家。好。也不可以称大陆，马英九去年说叫我们说要称对岸为大陆，我们不要中他的计啊。你如果称他们那边叫大陆，哇，我们是变小岛，就矮一截，对不对？要怎么称呼？没错，是中国，因为它是一个国家。你如果讲大陆，很多人搞不清楚啊。对，是地区，而且。全世界有好几个大陆，有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啊，有欧洲大陆，有非洲大陆，有澳洲大陆，有亚洲大陆。啊，你讲这个大陆到底是哪一个？啊，这语义不清，啊，所以应该要讲国家的名字。啊，那边叫做中国，啊，我们这边叫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好，也不可以说省道，
那要说什么？知道讲一下，有谁知道举手？没有哈，好。台一线，日本在台湾创造制造一条纵贯南北的，叫做纵贯线，也称为台一线，是台湾第一条从北到南，所以叫做台一线。OK， 你说省道？开车哈，开在那个道路上都要加油啊，不会很省钱呐、啊，还是要花钱呐、啊，哪有省道不省，不会很省呐、啊，啊、哦，好，也不可以说偷渡客，啊、哦，90年代开始，啊、哦，从中国那边很多人想来台湾打工的中国人，都借助由平潭岛，有吗？福建外海。的一个最大的岛屿叫做平潭岛，从那边搭船到新竹南寮渔港那边偷渡上岸，或者到林边东港那边芳寮啊屏东那边偷渡上岸，经常我们被抓到。好，那我们那时候警察就说：“哦，这是大陆来的偷渡客，哇，从头偷到尾，大陆也不对，要说中国来的，要讲什么？”偷渡犯没错，哎，不错。要讲他们叫偷渡，你如果可以称作偷渡来的，偷渡就是犯罪的行为，一定叫做偷渡犯。如果这个可以称的话，那这些犯了刑事犯罪的，那就是刑事客了。强奸的叫做强奸客，哇，那就太离谱了哈。好，像这些我们都要改正。那么来，我们来分析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说，台湾跟中华民国都不是国家。好，这是鲍威尔是以前是90年代那时候第一次波湾战争哈，去攻打伊拉克，还有哈去收复那个科威特的那个将军这个指挥官，他后来做到美国的国务卿，他是一个非洲裔的。他那时候在2004年的十月份哈。这个鲍威尔他被记者问的时候，他说：“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也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好，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好，我们来分析“境外的国内”这句话啊，蛮奇怪的哈，又是境外又是国内，这个就跟琉球很像。琉球被美国军事占领的时候，它是日本的境外，所以琉球人要回去日本那四个大岛，因为波茨坦宣言哈、哦、说战后日本只能留下那四个大岛哦，还有其他附属的小岛。好，那台湾也是一样，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哦，台湾又是美国用一个国内法《台湾关系法》。来管理台湾，好，那美国对台湾因为有管辖治理权的关系，啊，现在是台湾治理当局在代理美国在管理台湾，啊，在这样的状况下，又是美国的境外，美国人要到来台湾，他也要拿美国护照才可以进台湾，可是他又用一个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在管台湾，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国家有认定的标准，你是不是国家？有四个条件啊，你这个一定要有这四个条件，你才可以称为国家。第一个，你要有领土；第二个，你要有人口；第三，你要有政府；第四，你要有外交权。好，来，我们来分析，我们台湾国有没有领土？这个领土，刚刚我们秘书长讲的，是日本天皇的，台湾国没有领土。啊，有人口，抱歉。我们潜在的国籍，好，我们是应该拿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只是暂时目前被台湾治理当局当作中华民国国民在管理，所以台湾国也没有人口。有好，我们有政府，抱歉，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国民党流亡政府，是中国人的政府，不是我们台湾国的台湾政府。好，有好，我们有外交权，我们有二十三个小朋友国家。啊，对不起，他
现在只剩下22个。那个甘比亚上个月刚断交，你去看他的外交那个建交公报，都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去跟那些小朋友国家签的，不是你台湾国派人派你的外交人员去签的。所以台湾国这四个都没有，所以你不是一个国家。那中华民国因为他已经离开他本身的领土，逃到别的国家，台湾、日本、大日本帝国的台湾，离开他的领土，就叫做流亡政府。就好像吐蕃哈，西藏达赖喇嘛带领他的子弟流亡到印度的达兰萨拉，那叫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法国，法国的将军戴高乐，后来做到法国总统，他也是带领一批法国的军工教人员逃难到伦敦，所以他们是简称法国在伦敦啊，法国流亡在伦敦。好，那我们都拜关公、拜妈祖，所以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用汉字，所以我们都是中国人。好，如果这个逻辑可以通的话，啊，那么信耶稣的都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美国人，啊，那么你如果那个信释迦牟尼佛的，啊，都是印度人，啊，所以这个逻辑不通。一样，如果用汉字都是中国人，那以前韩国人也用汉字啊，现在日本也在用汉字，那个新加坡也用汉字，那你可以说他们是中国人吗？啊，所以这个也不通啊。好，那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台湾民政府？这很简单，就跟琉球模式一样。琉球美军去占领以后，他们成立美国军政府，在美国军政府下面一定要成立民政府。为什么？你看美国人他讲英文，琉球人讲日文。好，驾驶座不一样，一个左去右回，一个右去左回，一开出去一定相撞，撞车以后发生纠纷，一个讲英文，一个讲日文，当然都搞不清楚谁错谁非了。所以美国军政府一定要在当地找一些当地的士绅，而且是亲美的，来组成一个琉球民政府。好，让他们来自治，就是琉球人组成的琉球民政府，他们也有司法管辖权，有司法权、立法还有行政权，三权都有。然后他制定法律要送给美国军政府来核准，核准以后就可以实施。好，在实施当中，如果有发生妨害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军事政府有权利，有最高权利可以取消那条法律。好，那么自己人管自己人就比较好沟通了，都是日本人嘛。好，那么我们来介绍2006年啊，我们秘书长林志生控美案来做个简介。2006年的10月24日，林志生他就是集合228个本土台湾人去控告美国，然后在2008年的3月18日，美国华盛顿联邦地方的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啊 ，People of Taiwan 啊，属于台湾上面的人，就是本土台湾人。那很奇怪哦。台湾关系法里面它不是讲 people of Taiwan， 是讲 people on Taiwan。 台湾关系法它是保护所有现在住在台湾岛上面的人，就包括中国人啊，所以我们强烈反对台湾关系法应该要取消、废止或者是暂时搁置，要回到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就是只有保护到我们本土台湾人。好，那我们可以上诉。那刚刚讲8月15日这个才是那时候的时间点的台湾我们的
老一辈跟他的后裔，就是本土台湾人啊。到2009年4月7号，我们上诉到最高法院，他又判决，不是最高法院，联邦高等法院判决，台湾人没有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台湾人生活在政治联姻当中。这个没有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在世界上没有几个大国，根本没有大国。以前还有南非，后来南非也断交了。现在中华民国跟人家结交的那些有邦交的，都是南太平洋那些小国，那个名字都很难读，什么普林西比啊，密克罗尼西亚，什么阿布达比，那个阿萨普鲁，那么乌拉圭。他们乌拉圭、什么乌拉圭、巴拉圭，哦，都是那些小国家哈。对，好，那人民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好，你就以陈水扁做个例子，就很好举例哈。陈水扁台湾人，你怎么可以跑去来当我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是窃国啊！哈，现在关。陈水扁也等于在关我们台湾人，哦，我们台湾人那么支持他，结果现在被去抓去关，关要被气笑一样，哦，OK， 陈水扁有说，我关在1.38坪还是1.89坪，我忘记了，哦，我是关较细间啦，啊，恁伫外口遮吼，恁是关伫较大间安尼啦，好不好？你从欧洲人的水准来看我们台湾，没错啊，我们被管得死死的，我们就像奴隶啊，就一直做啊，一直缴税金啊，去养那些军工教，中国人占多数的军工教18%，有没有？那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以前的中国，他们是关在很大间的监狱，有没有？还有我们现在看北韩，哦，他那个也是很大间的监狱啊。可是北韩里面的人，或者中国里面的那些人民，他们不觉得啊，因为他们被关惯习惯了。那我们台湾人言论思想自由也是被限制，以前有一个警种嘛，警种废除以后，我们自己心里还有一个小警种，我们会自己控制自己的言论，不要讲得太刺激，去骂国民党。你自己那个小警种会有做控制的动作啊，让你弄点点台湾人。像我们秘书长刚刚在问大家，很多人就不敢举手，不敢表态，就是怕被点油做记号啊，被做记号哦，你这个是亲哪，不是亲我国民党的 ？OK， 好，然后我们又继续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有受理本案，啊，这是首次我们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向美日太平洋的征服者美国，他的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国际战争法，还有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美国宪法来提出告诉，他受理本案了哈，这是头一次。好，没过不到一个月，本案的被告美国政府的代表国务院。都派出来的啊，代表就宣布放弃抗辩权啊。这个放弃抗辩权说明说，被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我们就是我们全体的本土台湾，在原告对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以及叙述，还有法理的见解完全正确，国务院全部确认。其实美国国务院他被我们告到最高法院哈，最高法院后面没得推了哦。你如果继续抗辩，继续在法庭那个攻防战，有很多美国国务院、美国白宫、美国国防部的一些龌龊的事情会被翻出来，哦，那会给美国很大没有面子。而且，如果法院判定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哦，占领管辖的地方，那你在台湾犯了很多违反台湾人权的事情，哈，那。美国就很糗大了哈，或者你这个宣布以后，台湾是美国的未和平领土，或者是军事占领地的时候，中国
会俩拱，就像那个尖阁群岛，日本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说要去买那个小岛，哦，造成现在中日现在对视啊，在台这个尖阁群岛啊，那这个台湾这么大，钓鱼台那么小，而且是无人岛，中共就寸土不让了，何况台湾这么大一块，这样肥肉又肥又美啊，全世界人都要啊，而且我们这个战略要冲地位，当然中你这样最高法院如果判是美国的占领地的时候，美国军队要直接进入来占领，然后把中华民国要赶回金门马祖，那阿公啊可能也会起板就跳起来，他就真的武力犯台，哇，那就简直中美大战，那代级大掉。所以这个国务院马上宣布放弃抗辩权，就是在要等美国所有的外交管道或者是国防演练都要准备好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跟韩国、美国跟日本、跟菲律宾都一直在演军事演习，就要准备什么？我的肌肉都练好了，等宣布宣判。我们现在是，后来联邦法院不到一个月后宣布搁置本案待审，这代表什么？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4年的诸多刑事不再抗辩，表示全部是全法院要求今后国务院要依法正确行事，要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来行事。我们要回归到旧金山和平，要回到这个历史原点。好，因为从开始错误就是从开罗宣言啊，那个宣言也不是宣言，没有人签字，是一个新闻公报。可是中国人就很会拿这个来骗台湾人。我说台湾跟澎湖是依照开罗宣言已经回归到中国的怀抱啊，这是天大的谎言啊，我们被台湾人被骗得死死的。好，经过协商啊，在2010年的7月4号，美国跟台湾民政府协商，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挂牌，挂台湾民政府的牌子开始运作啊，你注意这个日期。对，他们的建国纪念日。那菲律宾也一样，菲律宾在1946年也是在美国政府的协助之下让菲律宾独立，菲律宾也是7月4日。所以以后国庆日可能我们这三个地区都会庆祝哈。这个7月4号有很有意涵。好，你再看2010年的9月8号，哦，过不到2个月，啊，经过双方协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世纪饭店举行酒会，哦，美国的国务院哈，哦，国防部、司法部都有派人来祝贺，哈，哦，这个9月8号你再注意是什么日期。是旧金山合约在1951年9月8号签署的日子，那时候签约有51个国家，好，其他有那个有参加，但是有3个国家没有签署，就是苏联、捷克、波兰，好，这是3个国家，因为捷克跟波兰是苏联的附庸国，苏联老大哥不签，他们两个不敢签。好，这就是我们那时候2010年的酒会。好，那我们今年的9月6号，我们又去参加啊一个酒会。OK， 好，那我们有组建内阁成员哈，这个我们是依照战争法呈报美国各行政单位。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一部分我看就先跳过去了哈。我们2011年的1月20号，我们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草案。这个草案我们送给美国，送3次才通过，前2次都被打回票，因为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啊。那美国指导下修正以后，第3次送去才被承认啊。所以我们就经过台湾的我们的参议院通过哈，然后向美国报备，作为合法本土台湾人民的公民身份证。还有旅行证件的法院，
有这个法院，我们才有法院来发那个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哈。就是我们现在有刚刚有讲说已经有发了20000多张。好，2011年的10月20号，就是前年，我们第一次派150位我们台湾内阁的政府内阁的成员哈。我们今天有派大概157个去哈。去日本的靖国神社祭拜我们39100名台湾英灵。举行慰灵祭，靖国神社就是类似中华民国的忠烈祠。那么为什么这39000名有台湾的英灵会在那里？这些就是大部分都是台湾军、啊、就是像日本天皇孝宗去打南太平洋战争替日本天皇死亡的这些战士，大部分都是高沙族。我们的高沙族被日军举大拇指，因为我们高沙族就是一个最全世界第一支，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支那个丛林特战队。我们高沙军多厉害，就像菲律宾1941年哦，那个日本去奇袭珍珠港，那么同时我们从南台湾的屏东跟高雄的日本的飞机场起飞的临时战斗机飞到菲律宾的马尼拉，那时候麦克阿瑟在那边当菲律宾的总司令，把他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飞机大部分都炸得稀巴烂，然后取得制空权，有了制空权很快就可以拿到制海权，所以大概3个多月以后麦克阿瑟就携带那个啊，就把那个菲律宾的总统一起带领坐船逃到那个澳洲去。这是麦克阿瑟将军从军以来最大的羞辱耻辱。好，所以等他反攻回来哈，用跳岛战术把日本打败以后，好，他就要求派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用一个三流的国家的水准来管我们一流的日本台湾人，哦，台湾人真的被糟蹋得很，真忝了了，哦，所以我们很多台湾人后来觉悟，台湾宁愿接受2颗原子弹，也不要接受1颗石头，蒋介石。因为原子弹30几年以后，广岛跟长崎就恢复正常，我们台湾到现在都还不正常，好，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台湾人占85%的台湾人会显输不到15%的中国人，好，你看于2008年，还有2012年，谢长廷跟马英九，蔡英文跟马英九。我们为什么谢长廷输200万票？到小英的时候，三只小鸭那么热闹哦，名气那么旺，还输80万票，那就代表有一半的台湾人，大概有1000万的台湾人，自认为是中国人，才会去投统派的马英九。好，这是我们60几年来被中国国民党党国教育，他们做得很成功，因为他我们小时候的作业簿，你记得作业簿翻过后面一定有写一句“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没有？好像只有中国人才堂堂正正有尊严，做台湾人都是歪歪斜斜的，是不是？那就是我们被洗脑，看不起自己是台湾人，好，而且他们说我们翻，其实他。从清朝说我们是藩，就是他把我们当作外国人。好，你注意看，所有外来的东西会加一个字叫藩，番石榴，有没有？番茄，番阿姜，就是番姜，就是辣椒。那个番阿灰，有没有？番阿油，还有什么？番麦，番麦啊。还有番薯，有没有？番薯，
加个藩都是外来种，都是不是荷兰人，都是外国人引进来的。OK， 那中华民国流亡到台湾，他是外来政权，应该他们是藩呐、啊。而且我们说他们那些老兵，我们跟他叫做老欧啊，这个也是错、啊。反正我们自称我们是韩籍，而且还拉尾音韩籍啊，谁要屌啊？哦，印的老欧啊，哦，其实欧啊是我们本土台湾的产品呐、啊，番薯是外来，他们应该叫做新番薯啦，我们才是老欧啊，我们祖先从好几千年就住在这里了，我们不是新来的啊，我们不是新住民啊。哦，所以以后要叫他们叫做新南籍，啊，咱是老欧，什么欧啊，不要拉尾音呐、啊，啊，你像客家人，你不要跟他说客郎啊，不要，我们说客家人哈，客郎的，也不要其他平埔族说啊你平埔啊，啊，不要拉尾音了、啊、哈，因为拉尾音都是比较轻视的话语 ，OK。好，这是我们2011年的第一次拍的这个纪念照，这个靖国神社的前殿。好，那我们那时候去是被用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我们去到内殿、中殿去祭拜，然后又到最里面内殿。哈，好，这个刚刚有讲过了哈，第一次有好几百年第一次皇宫有其他的第二支旗子。好，那。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未来要怎么办？好，他们现在陆海空军的三军司令部已经裁撤了，改成只剩下指挥部。现在的21.5万的兵力哈，最后要精简到剩下12万人。好，那现在这指挥部谁在指挥呢？是美军太平洋总司令在指挥啊。OK。美国军事政府会进来台湾，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员要撤退到金门跟马祖，还有福建的平潭岛。这个平潭岛，你看，已经在前年的11月30号首航，哈，从台中到平潭只要3个小时。好，那今年的10月10号，海峡号也是首航。这个只有航程2个半小时，哈，什么？而且这个报纸还报说，以后台北港，哈，台北港他们的生意会比去年的那个台中港首航会生意更好。为什么？因为新北市、台北市中国人比较多，台北市又被称为中国城，对不对？所以当然台北港以后生意也较好。哦，啊他。的载运量可以载一次载760个乘客，240辆的小客车，好，预计今年的运量会18万人次，好，如果他们要撤退很快啊，要去平潭岛很快，好，很快就撤退完了。那么为何美国会说台独代表战争？好，这是美国的前国务卿佐利克，副国务卿啊，啊，这是。香港那个中民社哈的香港店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日前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当中的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让我说清楚，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啊！这作为一个副国务卿的美国一级的官员，如此率直的把台独与战争紧密挂钩，这在过去是非常罕见。而且他又更清楚的说，他说这是因为让我把话说白，台湾独立意味着战争，这意味着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还有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要来打台湾，我这样懂吗？以前我们听到独立就是战争，以为是中国要打，其实不是，是美国要打我们。为什么？因为台湾是美国死了那么多美国大兵，很多航空母舰、战舰是被日本的神风特工队炸沉，飞机被打下来，
这些战争债，你还没有还清啊。琉球是用3亿2千万美金才补偿这个美国以后才回归，那你这个战争债你还没有还啊。台湾被美国等于说他的主权被美国握住，可是你要记得握有不代表拥有啊，就好像我们去跟银行借钱，我们把所有权都是抵押设定在银行手上，但是没有办过户，等你把钱还清涂销啊就 OK 了。那、啊、所以这个战争在你没有还清楚之前啊不可能独立啊，你独立就是战争，美国会打你。你要记得台湾目前还有两个主人，一个就是拥有所有权状的日本天皇，第二个就是握有台湾的权状的有握有管辖权的美国。这个管辖权要等到日本政府把这个战争债还清啊，来签个台湾返还协定，那这样就可以回归大日本帝国啊。要照国际法，照程序，不是说你办公民投票、独台湾独立公投你就可以。那中国人台湾来住了68年，其实他只是被美国派来台湾的管理台湾，你把他当作一个大楼的管理员，当大楼的管理员当了68年，这栋大楼变成他的吗？不可能嘛！哦，所有权不是在他手上。他只是被派来当管理员而已，不会你当管理员当了68年，这栋大楼会变成你的，不可能。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后面的时间我们以后再来谈。好，好，那现在就下课哈，谢谢各位。各位同学，今麦会当下课啊，楼卡餐厅遐有点心会当用，谢谢。各位同学，现在可以下课，楼下那边有餐厅有点心可以用，谢谢。